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叫 Sweet Home 3D 这个软体哈。那各位呢，你可以先稍微看一下，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过，软体都已经先帮大家 code 在自己的电脑上。那其实这个软体本身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，所以其实你直接到它官方网站上也可以下载。那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平常大部分大家都会觉得学 3D 应该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一般都会觉得，哎，3D 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嘛。那这个软体呢，可能会颠覆你对于这个 3D 软体的一个想象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，因为其实现在呢，说真的，现在电脑的速度，即使各位你现在用的是 notebook，它运行的速度其实也都还很好。哦，所以执行 3D 软体现在越来越不是问题了。那软体的部分呢，它本身除了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免费软体以外，你也可以自己动手做 3D 场景，甚至它有摄影机的动画都可以制作哈。那么我们的这个资料呢，放在这个 OneNote 的平台上，就在上面这里哈，这里也有连结，有没有？你也可以从讲义这边直接连进去都可以。好，那这个呢往下走，我们先看一下。使用 3D，它主要当初是为了做所谓的室内设计，啊，室内设计。可是事实上，你看做户外的设计行不行？也可以。那我也把它拿来做什么？展场设计，拿来做虚拟摄影棚的设计，好，甚至你做所谓的 3D 的地图，啊，比如说我们今天研习，那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上课地点在逢甲的图书馆，我可不可以把图书馆变成 3D 立体的？可以，好，就是做道路的指引也 OK。那像下面这个，这个是目前为止我唯一看到一位同学做货柜屋的，他特别喜欢货柜屋的。好，那另外呢，你可以看到右手边这个，有没有？也有灯光的效果，对不对？晚上的当然也没问题。好，所以像这样子呢，你会发现说，其实你要做出这个，如果你是一般的标准 3D 软体。我想，这个没有半年、一年，大概很难做出来。啊，可是呢，我们3个小时就要让各位能够做出来，这样会不会觉得软体太厉害？好，那我往下走哈，我们先稍微看一下。你看到这些之后，我们往后面看一下，就是 Sweet Home 3D 呢，它本身一个很大好处就是它不是封闭的，也就是说，你今天如果啊，糟糕，我又不会画模型。对不对？我又不会做 3D 模型，也不会设计材质，没关系，你就去 call out 求救。所以它可以把别人家的模型，标准的模型把它放进来。所以我这边讲义的后面我还列出一些，啊，除了它官方也有放一些 3D 模型档案以外，你也可以去外面别的地方找，好，那把它放进来。第二个，它不是封闭的，还有一个好处是。你今天觉得它输出不满意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输出标准的 3D 模型到其他的那个 3D 软体里面去做更好的输出，所以你进得来出得去，有没有觉得我们比高雄市长好一点？开玩笑的哈，就是你要我们要选这样的软体，就是方便你，你不要说我选了这个软体之后你就出不去了，这样其实就对大家来讲。比较不 OK，好，我们通常比较不希望这样子。那它有一个最大的好朋友叫做 3D Warehouse，也许有些同学有听过 SketchUp，有没有？如果你会这套软体，恭喜你，你有多了一个好朋友。不会这套软体的，你知道这网站也恭喜你，因为没有好朋友，但是他家里面很有钱，你可以找到很多模型拿进来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它很大的优点哈。那简单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，那我们呢给大家的版本是我整理过的版本，也就是说呢，官方的，好，官方的，它软体程式都一样，但是呢模型比较少，所以我给大家版本，您看哈，光这个档案就800多 MB，有没有？800多 MB 就那个压缩档，解压缩之后大概1G，那最主要就差别在那个里面的模型档比较多，
第二个，使用 3D 有外挂程式，也就是说，因为软体本身一定有一些功能不足嘛，然后就有人帮他开发一些辅助的工具，所以说我也把比较常用的一些外挂程式放进去了。那未来如果说各位你到他的官方网站去，假设你到他的官方网站，我们右手边这里，官方网站有中文，也就是这个软体有中文，连官方网站都有中文，好，所以各位呢，你都不用担心。那它在上面这边呢，也有很多的资源，好，只是我大部分都已经帮你收集好了，所以你就不用再特别的去安装。那当然，你想要用安装的也可以，它官方呢本来就有提供可稀释版本，在这边有没有发现它只有285而已？好，所以这个就主要就差别在模型跟那个外挂程式而已。好，这个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你想要安装的没安装都可以。那有一个就是留意一下，我先调查一下有没有同学你本身是用 Mac 的苹果电脑的，有齁，有没有觉得你们如果去参加研习都像孤儿一样？放心，老师不会放弃你们，他有 Mac 版但是 Mac 版只能用安装的版本，就是你不能用我这个版本，因为以前的可以，可是后来因为 Mac 安全性的关系，它不允许就是非官方同就是同意之后的，所以我等一下会介绍你，如果说你要增加比较多的模型，增加一些外挂程式，我部落格上有介绍，你就可以怎么样去把它加进来这样子 OK。 好，这个我们先简单稍微介绍一下，让大家有个了解。